好，翻嚟第二节嘅教育大赛先，辛苦阿和，辛苦辛苦晒阿和，辛苦英哥，辛苦英哥，货金啊，货金，货金支持佢哋，货金，货金支持我哋。诶，英哥出咗嗰个最新嗰个盘口未啊？想出咗嗰个萝卜糕盘口未啊？出咗啦，诶，大家可以支持英哥，出手出手，琴晚找数啦，系啊，几好食嘅，我食，我食咗试制嗰个嘅，试制嗰个都几好食。我哋嗰个去再 fine tune 咗，嗯。嗰樣係好，即係好好好完整一件事。唔係，其實大部分嘅食物煮第二次就唔會失手嘅。都係嘅，都係。即係你想有好嘅結果嘅，就係喺就係正真係要煮嗰次之前自己煮一次，認真。咁就好難失敗。係啦，唉，所以咧今日咧就有翻我啦，有翻呢個小菜同埋有翻希亞你喺度啦。咁你哋就要課金啦，咁樣因為就呢個咁樣嘅，而家就。跑緊貨金戰啦，咁樣咁就而家希拉第幾啊？第五啊！哇！多謝大家支持啊！希拉你今日有貨金啊，升翻一到四位左右啦，係咪先啊？咁樣咁就差唔多啦。係啊，咁樣咁咪希望大家多支持啊！今日咁就呢個大家都幾努力，哇！係咁狂開，係啊，好犀利啊！應接不下，應接不下，好誇張，好精彩。咁啊，係啊，希望大家貨俾你支持嘅主持人啦。冇錯，咁樣咁你就貨俾，雖然貨俾我就冇乜意思。有我又喺个榜里面嘅，咁样，唔系你货够某，你货够某一个额，我就会有可，我想我可以做嘅嘢就可以发吓。你想做咩？例如买电脑，我需要一部再劲啲嘅电脑，咁可以处理我日常所需嘅公事。冇错，唔系啊，我想，我系想开嗰啲，我系想开嗰啲去日本拍嘢嗰啲嗰啲盘。其实讲你自己一个人去啊？我想吓，你自己一个人去啊？即系咁，如果你多啲物资手，如果你货到有三四个人咁啊？四個人上去，幾多錢先可以四個人去？十皮，十皮，十皮好夠啊！好啊，大家支持我哋。十皮都係自己一人濕啲嘅話，好食好住啦，應該係。十皮無端放十皮，放俾我醉啊！台長你醉啊！冇未未冇，我哋今日講個好國立嘅題啦，最國立嘅啦，我覺得。國立都冇辦法再國立嘅題啦，呢個係一個係啦，就係啦，咁咧就此國立不同彼國立咁樣，因為咧我哋今日講緊咧呢個就喺呢個國立競技場發生嘅事情啊，咁樣，我哋咧就咧講緊啊呢一個咧就係呢個咁樣嘅呢張先啦，好啊咁樣。我哋讲紧呢一个啦，第101届嘅呢个咧，日本啊，全国高校足球选手权大会啊，咁样，咁咧，琴日咧就踢咗 final 啦，咁样决赛，咁样，江山学艺馆咧就对住呢个咧东山啊，呢个咁样嘅京都嘅代表，咁样，咁咧就咧呢个咁样嘅，咁啊，我哋可以睇下咧佢嘅嗰个，唔系我今日纯粹系屌香港嘅啫，你信我，其实所有嘅题最后都系屌香港，咁样，就系睇下人哋嗰啲搞得有几捻成功，咁样。嗱，望下嗰啲入波片先啦，借得呢球咁唔緊要啦。咁樣藍色衫嗰隊咧就係呢個江山啊，咁樣咁最後咧就以呢個咧2-1啊，咁咧就咧贏咗咧呢一隊咁樣嘅東山啊，咁樣咁咧就咧話咧就佢哋咧就唔知幾多年以嚟咧就唔知就呢個江山元帥咧第一次入本日啊，咁樣咁冇誇張咁樣，咁就呢個咁樣嘅。咁啊，呢個兩大會連續5度出場啊，咁樣咁就呢個咁樣嘅，就叫做呢個咁啊，第二次終於爭到冠軍啊！最強最高嘅時候，佢都只係16強嘅啫，咁樣咁啊，今次就一次過殺咗上去咁樣，咁咧就咧呢個咧咁樣嘅，呢個係全國高校足球選手權，你睇所有嘅日本嘅足球漫畫咧。啲高中生啲僆仔咧話咧以國立為目標咧，就係呢一個地方就係國立啦。頭先呢個球場就係國立啦。咁其實咧其實有兩個國立嘅，因為咧以前咧嗰個國立咧未裝修之前咧係另一個場嚟嘅，咁啊叫國立夏休陸上競技場，咁就好似咧都用咗相當之長嘅時間咧就。就呢個咁樣嘅拆咗個牆，就拆咗成拆到可以完工，差唔多好似搞撚咗成8年咁樣，咁就好誇張咁樣。咁啊啱啱咧就咧整完呢個咧咁樣嘅，其實喺呢個嘅夏季奧運會嘅時候就啱好趕得切開場咁樣，咁就搏曬老命咁樣。咁啊呢個咁啊所有嘅即係譬如如果棒球員話係即係棒球嘅選手話想去甲子園咁樣，咁足球員就係去國立啦咁樣，咁就呢、這個即係。都一啲都唔陌生噶啦，簡單啲講咁樣。好啦，咁樣咧，咁就
我想讲真系好捻夸张噶，因为咧，大家可能感觉唔到呢个甲子园太强啦，或者甲子园嗰、那个即系太多漫画好经典啦。但系其实，睇翻啲资料咧，系好捻受欢迎噶。因為咧點解會留意到，就因為其實成日咧呢幾日咧成日開電視都會睇到，因為係連呢啲咁樣嘅時間開波嘅比賽嚟嘅。點解咧？因為咧如果唔係集中喺呢啲咁嘅時間開波嘅話咧，根本就湊唔齊啲人啦。因為48隊嘅比賽嚟嘅，咁當然佢係3000多隊初賽初到呢度啦，咁樣。咁佢48隊嘅比賽咧，咁佢通常都係會趕喺呢個咁樣嘅12月最尾嗰一兩日到就會集齊啲人。咁跟住我唔知1月1號定2號到就開始踢噶啦，咁樣。咁就是非常非常之咁龐大的比賽，因為咧佢48隊的意思就是其實佢係47個縣咧都會有代表嘅，咁啊再加埋呢一個咁樣嘅東京就有2個位咁樣，咁啊48間學校咁樣，咁好嘅，唔係咁東京多學校，東京人多，東京人口佔咗東京人口佔咗日本嘅1/6嘅，係啊咁樣，係啊咁樣，咁我可以望下嗰、那個，你望下嗰、那個睇唔明嗰個表先啦，係。我睇呢個先，係啊，咁樣你會見到啦，咁樣咁其實同埋你都係嗰句，你會見到有啲隊踢少一輪嘅，係啦，有啲隊一開始就踢少一輪，係喎，係啊，有啲種子隊啲嘅其實踢少一輪，有啲隊踢多一輪咁樣，咁你會見到江山係踢多一輪嘅隊嚟，好勁咁樣，咁就呢個咁樣嘅，咁啊，咁啊差唔多咩都，即係你同埋好得意嘅就係，其實你睇甲子園嗰啲隊咧，都有唔少都係喺呢裏面都成日都見。頭先講啲嗰啲咩星靈啊、前橋玉英啊嗰啲，其實呢啲都係甲子園常，即接近係甲子園常客啦咁樣。咁啊，跟住然後係嗰度講生勁啦，嗰啲波大人踢嗰啲波咁樣，係啊咁樣係啊。譬如呢、這個咁樣嘅嗰、那個咩嗰、那個係咩啊？福正社都係非常之旺嘅呢個球隊啦。咁樣係佢同同任永遠都係鬥餐死嘅咁樣。咁就呢、這個咁樣嘅。有東方幾勁嗰度，真係有個東方咁樣。咁就其實就因為咁樣咧，其實就電視咧就有非常之多嘅轉播，即係每個縣嘅嗰個自己嗰個電視台都會播嘅咁樣。咁然後就當然就係呢個咁樣嘅日本電視台啦。咁樣日本電視台就即係呢個日本 TVB 啊咁樣。咁佢都播好多，同埋咧夜晚晚晚都有 highlight， 所以都幾容易睇到嗰啲播咁樣。咁啊即係新年除咗睇上個禮拜講雙根啊嗰之外嘅其中一個好多時都會睇嘅運動嚟咁樣。點解咧？因為不幸地講就係、是、好慘嘅就係、是，其實佢哋嘅呢個高中足球咧係隨時多人睇過職業足球，因為 J 啲相對嚟講實在嗰個戰鬥力唔夠。咁變咗咧你自己圍內鬥咧就鬥得特別開心，所以咧其實咧。出呢張，所以其實咧係誇張嘅，呢個係決賽咧，你睇到咧，喂，你知道其實國立競技場咧，國競技場係有個設計嘅，就啲凳咧特登咧係全部都唔同色嘅，佢係幾隻色，白色、灰色、黑色咁樣3隻色咁樣嘅。佢咧係為咗咧，佢話咧設計時候咧，佢話咧為咗就係咧，因為咧希望就係咧，如果球場冇人嘅時候咧，唔好咁孤單。哦，即係望落都好似有啲人，唔同嘅人喺度咁樣。但係大家望到呢度應該感受到啦，嗰度全部都坐滿人啦咁樣。係啦，咁50000人內場咁樣，咁其實呢啲場就好似差唔多坐到成8萬-9萬人咁，但係50000人應該都係就翻嗰啲咁樣嘅防疫，仲有冇防疫啊？我唔知啊，咁但係總之有50000人啦，咁樣50000人就坐到好滿噶，咁啊望下呢場啦，全部都爆，係咪先？基本上係坐滿嘅啦，你見到個畫面都係人頭嚟噶，係啦，咁樣咁就呢一個咁樣嘅喺隔離嗰支咁優勝嗰支旗啦，咁樣咁就呢、這個咁啊繼續啦，繼續。係咁啊！呢個係舉嗰個畫面啦。咁你見到後面嗰啲紅色、藍色人仔就係佢哋嗰啲學校嗰啲打氣隊啊，咁樣幾撚多人打嗰個打氣啊，成曬嗰個三百。我係望埋，我係睇埋嗰條片，睇埋嗰個舉杯嗰個位，乜撚都俾你攞曬啦！個個一人隻手都攞住一嚿嘅，呢個啊神射手，嗰個最佳籠嗰啲啦，梗係咁樣。唔係佢啲神射手易攞嘅，入3球已經神射手啦，因為。
因為其實即係好難控制到入咁多波嘅咁樣。佢今屆係特別少嘅，今屆入三球就已經呢、這個嗰、那個那個神射手就係呢個金井拓人咁樣，咁就呢個咁樣嘅江山嘅球員。其實仲有三個人都係攞三球嘅咁樣，咁啊呢個咁樣噶。多嗰陣就唔係嘅，多嗰陣有成九球咁點追？多嗰陣有好撚多個人可以有大碧勇也嗰屆，大碧勇也入十球，屌你老味黐線！佢大碧勇也真係誇張嘅，即係嗰、那個後嚟嘅大前鋒啊。其實好多其實都有好多你認識嘅球員嗰啲名字都會喺呢啲咁嘅地方會見到，即係而且我哋頭先講緊呢啲全部都係入波嗰啲人啫，即係因為個 Wiki 睇到啫。咁樣咁啊，咁啊犀利啦！咁樣好撚誇張嘅喎，佢咧睇嘅人嘅人數多啦，跟住然後亦都非常之受業界注目，即係你喺呢度好成績，基本上就呢、這個等於係入 J 啲嘅機會高咗一半㗎啦。咁樣咁啊，即係基本上一定會俾人 scout 嘅咯。咁樣因為日本咁多球隊，好容易會 scout 到你啦。咁樣咁咁就非常之大嘅比賽啦。因為譬如咧，我睇嗰啲資料話有幾大咧，就係、是。譬如中超前幾年搞到咁起起冚冚都好咧，中超平均入場嘅人數大約係二萬幾人一場嘅。哇，都爭好遠。呢度五萬，咁當然啦，你唔可以咁計，因為前面嗰啲場次就冇咁多人啦。但係求其一萬幾千都有。即係平均嚟計，只係。係啦，咁樣求其一萬幾千都有嘅咁樣。咁非常之注目嘅比賽啦，同埋即係呢個事實上真係出到人啊！嗰啲大家噏得出佢人名都好多㗎。其實你講我哋講得出嘅所有嘅國腳都其實都係喺高中聯賽度打出嚟㗎啦。咁樣，只不過佢哋入唔入大學啫嘛，仲咁樣，咁好多都唔入噶啦，咁樣好多唔入就喺職業隊度練兩年，咁啊跟住又就上場咁樣，視乎你嘅實力啦，咁樣視乎你嘅實力啦，咁呢個世界係會有呢個九保健英嗰啲呢個年齡就已經去咗踢西甲嘅咁樣，咁都有呢啲人嘅呢個世界咁樣，咁非常非常之咁搞得大，同埋非常非常之咁呢個咁啊受注目啦，咁樣喂，因為其實一定好睇嘅喎。一定好睇嘅，啲僆仔踢波咁雖然佢哋僆仔啦，大人體格啦咁樣，跟住然後大概都有翻咁上下 fit， 同埋即係你好有夢想噶嘛，好熱血啊！你好有熟夢想，上個禮拜咪講咯，雙根就係話佢哋話覺得如果唔係有雙根逆轉，撚有人肯咁樣跑步咩？即係撚有人肯咁樣練跑步咩？一個鐘要跑21K咁樣。佢話覺得，即係佢話佢哋覺得就係話個危機感就係話，雖然話就話雙根逆轉越搞越大，嗰個收視率越嚟越高，但係個人數唔上啊，因為參加嘅隊係能夠得咁多啫嘛。每年其實最後喺雙根逆轉見到嘅隊其實得廿隊嘅啫嘛。咁同埋其實全部都係關東隊嚟噶嘛。咁就變咗好似好似關東隊玩曬咁樣，咁就變咗佢就話好希望就能夠全國化咁樣。咁你全國化先有夢想噶嘛，係咪先？你個夢想就係喺呢度爭第一，跟住職業，跟住發達啊嘛！屌，發達係好撚緊要。好緊要，最終目的啊！係咪先？即係雖然佢哋從來都冇咁講啊，佢從來都冇咁講話咩？你贏嗰波，跟住就會發達噶嘛？咁但係事實上係會發達噶嘛？或者你如果你生活得唔好嘅話，你都上一大級啦，係咪先？即係社會上流星。冇錯，雖然好難，三千幾都 OK 先啦。如果三千幾隊波嗰度咪七萬人嗰度得廿人可以嗰度企上個頒獎台，十個人係真係有份踢嗰樣，係咪先啊？咁當然係好難啦，咁樣咁但係即好有夢想咯，或者咁講啊，嗰啲少年漫畫裏面畫嗰啲場面。其實真的不是流的咯，即係佢畫嗰啲話，點解嗰啲僆仔咁撚中意踢波啊？或者話以國立為目標啊，會寫一兩個字喺度，跟住然後貼喺夢牆度，嗰啲係真噶嘛？嗰啲真噶嘛？咁樣之前全中國青年足球都假波，唔係首先就報假年齡先。係非洲隊又好興嘅，以前嗰啲永遠都報，永遠咧屌你嗰啲話咩 U13，屌你做乜咁撚大隻嘅嗰啲僆仔，十三歲，所以佢哋一踢到29歲就殘，因為其實佢實際年齡係35，中學冇咁多，三年啦，通常都係呃三年啦，通常都係即係佢如果佢29，其實佢32啊，咁佢殘得好撚快咁樣。以前成日話啲非洲球員係咁樣噶嘛，咁樣咁係啊，咁樣我想
我想比較啲乜嘢咧？咁當然係比較香港啦。咁樣香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香港啊都有啊，同樣嘅呢個咧咁樣嘅高中嘅聯賽嘅喎。唉，咁樣咧呢個咧咁樣嘅嗰、那個就叫做啊呢個咧咁樣嘅叫 D 一啊，嗰個叫做 D 一嘅比賽啊，咁樣咁咧就咧叫做啊呢個咧咁樣嘅。港九區 D 一中學校制足球比賽 D 一應該 Division 一咁解啦，咁樣咁咧就咧前一上個月啦，其實咧亦都咧迎嚟咗所謂嘅 A grade 決賽，咁啊即係呢個咁啊香港 top 噶啦，咁樣咁啊同樣咁樣，咁大家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咁嗰笪好大新聞啦，就係咁樣嘅。係佢老母咧嗰場波咧踢撚到下半場左右咧。跟住咧，嗰個球場開始灑水，嗰個球場開始灑水維護。其實灑水係咩嚟？灑水就係嗰啲球場，因為其實草地場嘅話，其實要維護嘅，咁要淋翻濕佢咁樣。咁咧，跟住然後咧灑水咁啊其實網上有片，我今日就唔特登揾啦，咁樣嗰啲醜樣嗰啲就砌死圖算啦，咁樣網上係有成場波嘅情況嘅，咁樣好撚好笑啊！咁咧根據咧後嚟咧，咁、那個康文署梗係俾人屌啦，因為好撚大單嘢，係啊，好撚大單嘢，好撚好笑啊！我再講一次就係、是。我遇到嗰個新聞嗰個經歷真係奇景，所以大家真係要支持嗰啲真係好好地報新聞嗰啲地方。你睇 TVB 咧，我好記得，唔知 TVB 定唔知乜嘢，應該係 TVB。TVB 個報導裏面咧，嗱應該咋，因為我真係唔完全記得。佢個報導裏面係一句都唔撚提佢灑水，係你唔知道。總之你見到畫面好撚怪，你見到畫面好撚怪，但你就唔知咩事。咩？你淨係知道，你淨知道邊個攞冠軍。因為好靚嘅，大家睇翻就係嗰個唔知聖約瑟對拔萃啊，南拔啊咁樣，跟住總之哇嗰個靚仔成個美斯咁撚樣嘅，有球扭撚到成隊扭撚曬俾佢，好撚勁。跟住最後就射十二碼啦，跟住好撚好笑。佢話原本咧，康文署嘅解釋，佢話。我哋都理解啊，我哋都覺得嗰個做法係唔合理嘅，日後就會檢討同埋咧提醒嗰個咧場地嘅嗰個咧嗰個管理咧嗰個管理嘅人員咧，就咧要小心。佢話因為咧呢個咧咁樣嘅搞呢個嘅唔知高中聯定唔知乜撚嘢，總之有個組織啊，佢哋咧就咧當日咧就租咗場，咁咧租咗場之後咧就就呢個咁樣嘅喺咧呢一個咧咁樣嘅咧，佢哋一 book 個場咧就唔知 book 到六點半。係。咁咧，因為咧係有下場嘅，後面係有人租嘅咁樣，好撚好笑啊！後面係有人租嘅，咁於是咧佢哋咧為咗要維護球場咧，就喺6:07左右咧就灑水啦，開始咁樣。但係你係 book 到六點半啊？係啦。嗱，你 book 到6:07灑水啊？系啦，唔知佢 book 六點啦，咁樣咁咧好撚好笑啊，咁樣結果咧就喺咧球賽完成之前一分鐘咧就開始灑水，係撚咁頻，同埋咧係揾唔到人嘅喎，佢哋唔知揾咗定唔知乜嘢啦，咁咧就咧喺石硖尾公園球場，佢老尾香港最撚大嗰場嘅中學嘅嗰場足球賽。是只是在石硖尾公園球場租場租場的，不是石硖尾不差的，石硖尾不差的，但我的意思是自己租場去，是他自己租的一個場，是跟你下街打球是一樣的，要搶的，要那個場，是啊，要去搶的，這樣，要去搶的，這樣，這樣，這樣，跟著然後呢，有風又大喎，嗰晚咁樣，你見到個畫面啦，咁樣就。你睇風吹嗰啲水。風又大喎，咁樣跟住咧就咧灑撚到咧就咧全部人咧淋撚濕曬啊，咁樣。跟住咧好撚好笑喎，話咧凍到撲街啦，跟住有咧又有風啦，吹撚到撲街啦。跟住咧就咧呢一個咧咁樣嘅咧灑水咧灑撚到咧射十二碼，因為咧個球證就話同兩隊嘅教練就傾就話喂。
咁樣搞唔撚掂喎，因為嗰陣時和緊波噶嘛，咁樣搞唔撚掂喎，咁點算啊？其實正常就要踢加時嘅，不如唔撚好踢加時，直接碎話快撚啲完咗佢算了，因為已經濕曬啦，嗰唔係你冇力尺噶啦，睇個樣係咪先？咁跟住又兩隊教練話好啊，佢改，我唔知係咪改啦，總之就即刻就話咁不如直接射馬啦咁樣，場波未完嗰陣好似揸一分鐘，場波未完喎，跟住然後咧就唯有咧就咧直接完場就射馬咁樣，咁咧。射馬咧又大風又盛，跟住然後咧，甚至咧，嗰喺嗰個咧，嗰個四角室嗰個門將咧，甚至咧係要喺水花裏面咧救出對方射門，嗰個勁發撚癲嘅，發撚癲話佢哋話：，你租咗場三個鐘啫嘛，咁樣咁啊，所以喺嗰個人造草場嗰度租咗三個鐘咁樣，咁咧就於是咧。球賽啊，原定啊喺咧呢個咧下午4:15開始，咁咧最後咧延到4:50開始，就未能喺原定嘅時間下午6:00完成。由於6:30有人 book 咗場，咁所以咧自動灑水系統就喺6:07開始運作。黐線嘅！我真係心諗，你諗下，你喺香港踢波。你真的不要話啲僆仔冇夢想，你望下你自己點撚樣搞足球。你老母嗰個係中學嘅最高級嘅比賽，即係中學嘅全部都係一隊啊！如果唔係就唔會南北對勝嘅失啦，係咪先咁樣？咁啊已經最撚勁嗰啲人，嗰啲人踢完就去踢職業㗎啦。如果佢居然仲想踢波嘅話，咁咧居然咧就話俾你聽就係咧嗰場波咧不但止。是配到不好，那場是你自己租的，然後還要跟你說後面有人，你快點走，後面有人阻住，後面有人，可不可以阻攔住，他爭就不用趕你，他爭就不走個人出來，踢完了沒有，熄你燈啊，那些東西，我知道，他爭就不用跟你說，踢完了沒有，踢完了快點走啦，還有下一隊啊。然後爭在嗰啲下一隊嗰啲人唔走出嚟，跟住又同你講話走啦，咁應該唔會啊。如果我係佢哋，我一定睇落去。我租咗場唔撚正，我睇你真係黐線嘅，黐撚線嘅。我想講香港又唔係冇球場，香港又唔係冇球場，更加好嘅球場應該係存在㗎。即係當然佢都唔撚喺嗰度踢波啦，譬如大球場咁，究竟踢唔踢嘅咧？或者我再久啲講，唔好話石結尾人造草場，你踢旺角場可能都唔係真係好差啫。你都正正經經，屌你乜撚嘢安排啊？呢啲係你都正正經經安排佢哋個決賽啫嘛。喂，唔通喺國立又真係場場都踢咩？其實國立咪由四強開始啫，其他嗰啲時間佢哋都要有成八個球場打噶，佢哋唔係真係喺嗰個國立競技場嗰度踢曬噶。係咪先？即係嗰個叫目標啦，嗰個叫俾僆仔叫有目標啦咁樣。喂，屌點撚樣都唔會係。你不要搞到要被人趕住趕走才行的嘛，不要被人夠鐘趕走、不是啊，這樣就不要說那些年輕人沒心機踢球了，是我是他我都沒心機踢球了，黐撚線，真是黐線。開幕戰和這個四強和決賽就在國立競技場，其他的就在1、2、3、4、5、6、7、8有八個的其他的球場 就踢的這樣其實 都給了那些好的球場他們踢的，很多都是很多都是其他隊嗰啲主場啊，咁樣嗰啲，咁呢度咁你就見到就係灑水灑到撲街咁樣，凍撚到撲街，肯定凍撚到撲街嗰晚咁樣。咁跟住即係點講咧？有時真係好少嘢嘅咋。你譬如你問點解啲球足啲足球比賽成日都冇觀眾？點解啲觀眾唔撚睇？唔係淨係因為嗰、那個。即唔係淨係因為嗰個足球嘅水準㗎，唔係足球水準大家都知咯，唔通睇高中，唔通睇高中會踢得好撚過踢職業咩？或者唔通睇職業，唔通你會踢得好過英超咩？踢得好過西甲，踢得好過德甲咩？理解嘅喎呢部分，呢部分理解嘅喎，我知道我哋唔係嗰啲人，我知道我哋唔會咁容易就踢到咁好波嘅喎，屌！但係點樣理解都理解唔到係咁樣，都理解唔到係花灑㗎，大佬理解唔到，理解唔到係同你講喂下場係有快撚啲攬絲啦，快撚啲攬絲啦，係咪先？係咪先？你老妹，屌你老妹，同埋book唔到場先踢呢種數嘅啫。
嗰啲日頭轉夜晚嗰啲時間，點解要踢呢啲時間啫？係咪先？佢樣黐撚線嘅，佢樣亂鳩咁搞。然後你同人講話點解香港足球唔撚爭氣啲喎？屌你老尾！我有戰鬥力啊！我係即係我係體育健將，我唔撚參與啦呢啲比賽，係咪先啊？呢個世界有咁多比賽係相對比較有機會有成績有冠軍嘅，架撐好啲嘅，係咪先？喂，打籃球有希望過打踢足球啦，係咪先？雖然都冇乜，雖然都好困難，係咪先啊？但係即係譬如你打甲一咁樣，係咪先啊？甲一至少都場場坐滿開心啊，係咪先咁樣？屌，跟住然後你咁撚樣搞，咁你係冇辦法㗎，你係冇辦法。香港咁撚多人做運動，你呢啲嘢都搞唔起，係咪先？係咪先？成日當然喺中國更加好笑啦，係咪先？我哋都係成日都俾人話咁大個城市揾唔到十一個人踢波㗎，係咪先？咁樣咁事實上就係咁樣嘛，你根本就冇辦法令到佢哋安心。唔係啊，因為其實職業隊嘅球員嘅人工係唔低嘅。唔低唔代表有人想踢，唔低，只不過就同打工比唔低啫嘛，同打工比唔低啫嘛，同真係人哋踢波，同打工比唔低咪屌佢點搞啫，係咪先？冇配套咁咪先，嗰啲配套就係同你講就係、是、嚇、啊，你哋搞決賽，咁你自己好 book 場喎，你揾喎，同埋你 book 場，同埋你 book 場少少，如果唔係後面你好難安排。屌你最好 book 定。多個時段咯，係咯，發狂咁樣，三個鐘你仲想點？三個鐘仲想點？咁真係，唉，真係睇到香港啲波真係心噏咁樣。係啦，咁樣咁就大家得閒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樣咁就呢個唔難揾嘅，江山學藝館對東山嘅比賽咁樣，得閒就望下咁樣。好，我哋呢次嚟到呢度，快貨金就係咁樣，休息一陣。睇完節目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強頻道，訂閱熱血時報。